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在今年11月公布的金融业最高荣誉奖项金业奖得奖名单中，是一举荣获了双料奖项，包括了最佳合作金融奖特优，以及最佳社会责任奖基层金融组的特优奖。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过去不只是一间在地的金融机构，更是一家最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热心举办公益活动的金融机构。而在今年的11月公布的金融业最高荣誉奖项的第9届金鹰奖得奖名单当中，淡水一信一举荣获双料奖项，包办了最佳合作金融奖特优奖以及最佳社会责任奖基层金融组的特优奖这两项大奖的殊荣。我们再次的荣获有金融界这个奥斯卡奖的金鹰奖我们今天得到两项奖座，头一项呢是最佳合作金融奖特优奖，第二项呢我们得到社会责任奖，有关于这个基层金融的社会责任奖，我们得到的是优等奖，所以这表示呢，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淡水一信在金融方面以及社会公益方面的一个肯定。淡水一信表示，曾经荣获第5届及第7届，连同这次第9届，已经有3届荣获最佳合作金融奖的特优奖。由于一信过去除了捐赠身心障碍者专用的富康巴士、救护车、消防车等等，为地方建设一信路桥，还有各学校社区中塔，每年还会举办国民中小学书法写生比赛，捐赠奖学金，举办冬令救济活动，深获社会及地方的肯定。同时呢，我们淡水一信最近几年来，我们也是在加强我们这网络银行的一个推展，提升网络银行的功能，让我们的客户啊在转账交易方面呢能更加的有效率。同时呢，为了扩大服务的一个层面，淡水一信呢明年将会增加一个新的分社，在新庄成立新庄分社。淡水一信积极推动信托等新种的业务，建制管理资讯系统，有效提升服务品质与工作效能，在地化深耕经营，这几年陆续增加了万里、板桥、林口以及中和、北投5家分社之后，总共的分社据点已经达到了16处，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民众更好的服务。记者许端英，淡水采访报道。